那个白妮姐，哎，不好意思，因为刚刚你的表演是比较真的是自在，就比较像你白妮姐本人比较会说的这种话，就是自在的方式。那我是觉得可以用比较有比较客观，不对，客观比较大胆，就是我觉得可以比较，我是觉得比较可以让人家不觉得是白妮，比较突出，对，懂了，我知道，好，不一样哦，好，太好。三二一 ，Action！ 自由真好，自由是心里的浪漫，是爱。咔，好，可以哦，超棒，收工。哎，白妮姐，你很懂哎，你刚表现得很好，可以吗？可以，可以，很棒，很棒吗？我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好的，谢谢主播。现在记者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位于我们当时的案发的这个现场。那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案发的现场呢，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乱。好，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呢，这个我们的屋主就是跟这个歹徒起了一个这个口角，然后这个口角一起了之后，我们的歹徒就直接拿这个凶器，直接对着我们的屋主进行一个这个挥砍的动作。好，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现场就是当时这个直接进行挥砍的这个动作的一个触目惊心的这个画面。好，然后这个当时你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的鉴定人员直接在这个案发的现场正在做一个这个鉴定的动作，所以这个鉴定的动作你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触目的惊心，然后就是整个现场就是触目惊心。以上是我们记者展瑞在现场 SNG 连线的报道，谢谢。我们将画面还给主播。看老师这边哈，这边看这边，这边都擦好了吗？老师这边要擦掉喽。三号跟二十五号上台，你们来老师这边算这两题。翻开五十二页这边，第一段这边会考哦。来右边第二大点，这边很重要，考卷往老师这边收。这边一到五 ，C C A B B， 这边两组进度落后哦，这边要加油。这边怎么这么臭？哎，啊！你们怎么在这边？老师，你刚刚不是叫我们来这边？哦，这边是这边，那边是那边。我叫你去操场集合。啊，你刚刚说来这边啊？对，我说来这边。听老师说来这边，要去这边。是哪边？这边。哪边？我说听老师这边，去操场这边集合。你怎么很难懂吗？现在要去那边是不是啦？去操场这边。算了，不听你跟我讲。哎，展荣，你有空吗？可能有点忙。你等等能帮我去拿一下衣服吗？我排队要用的。我可能现在不太方便。你没看我在化妆忙吗？你去帮我拿一下吧。那你可能要再等我五分钟，或是也可能十分钟，也可能十五分钟。我可以等你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你到底可不可以？我可能可能我现在算算，你走吧，我自己来。好，拜拜。你知道很夸张哦，真假？我昨天请展荣帮我做东西，一直回我什么可能哦，我可能可以，到底是可以还是不行？跟我说好，我才刚来两个月，真的？这种理由真的很不 OK， 真的假的？平常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真假啦？你知道 Blackpink 要在台湾开演唱会吗？真假？他还要跟五月天合作哦，真假 ？BTS 也会来哦，真的假的？伍佰老师也会加入哦，真的假的？重点是我被邀请当嘉宾哦，真假？真的假的？你好，我要开户存款。啊，存款的部分吗？那我们这里最近有个利率还不错的储蓄险的部分，请问小姐最近你要买储蓄险的部分吗？不用，我开户就好。真的是没有关系的部分吗？那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惜的部分哦。还是我先帮你做一个开户的部分，那你先在旁边做一个考虑的部分。真的不用麻烦的部分，一点都不麻烦的部分，只是我觉得你没有考虑这个储蓄险的部分，真的是会非常可惜的部分哦，真的不可惜的部分。好，那我这里会先帮你做一个开户的部分，那请你先去旁边坐等的部分。好的，我会在旁边坐着等的部分。下一位的部分。自由真好，我爱自由，我也想把自由分享给大家。
那个，对不起，我们休息一下。那个白英姐，不好意思，因为刚刚你的表演是比较真的是自在，就比较像你白英姐本人比较会说的这种话，就是自在方式。那我是觉得可以用比较有比较客观，不是客观，比较大胆，就是我觉得可以比较，我是觉得比较可以让人家不觉得自卑，比较突出，对，懂了，我知道，好，不一样哦，好，太好。三二一 ，Action！ 自由真好，自由是心里的浪漫，是爱。咔，好，可以哦，超棒，收工。白英姐，你很懂哎，你刚表现得很好哎，可以吗？可以，很棒，很棒吗？我根本不知道你讲什么。